干豆腐。你尝尝看。咱家屋有点暗，我把这灯点上。我喜欢吃红糖，我不喜欢吃白糖。不吃饭，中午得休睡一觉。昨天晚上我拉肚子拉了一晚上，没睡好觉。到什么程度拉肚子，姐？就是刚吃完东西十分钟以后拉出去了，那种程度了，昨天晚上。然后吃了药。然后你晚上觉也没睡好，可能是昨天，因为我们吃的一样的东西，就我拉肚子的，别人没有。瘦了。那天就我说的时候已经拉肚子，就已经拉肚子了那天。那事儿已经就开始了。是吃串那个朋友吗？把哎哥，外边不有那啥纸吗？纸袋那纸啊，喽。啊，纸袋那纸，活该！谁爱吃肉串的？他凭什么吃肉串？